有一种茶叶蛋的味道啊。哦，早上就可以有虾子可以吃啊。然后这个像蝴蝶结的意大利调味方式还蛮特别，意大利酱、意大利面酱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好像是狮子头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蘸酱类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来北海道就是要喝鲜乳。啊，还有咖喱可以吃。这是温泉蛋。然后最后来吃一下西方人的吃法，然后配上北海道的优格。那有出新的渣物我就拿一下，然后刚刚那个优格完全不酸，超好吃的。然后腌制物我也来品尝一下，刚才那个咖喱啊，还有加海鲜，哦，真的还蛮好吃的。而且这里的那个牛奶不腥，然后优格不酸，很棒。这个东西不要放进去，像人家还要洗杯。